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ggy 许哲佩。我刚刚看完了淡水小镇，然后觉得心情还有一点激动。那因为我自己住在北投嘛，所以我对淡水其实也蛮多的感觉。然后在看这个戏之前呢，因为我跟曼英姐有很多的私交，她就告诉我你要带妈妈来看，所以今天我也带妈妈来看这个戏。那看完以后觉得好像我们真的是人的时间走得很快，应该要慢下来看看身边有什么值得珍惜的。我觉得这个戏除了不管是演员啊、灯光啊、舞台之外，其实还会让很多人回想到自己，所以如果还有机会，真的真的很推荐大家来看这部戏，真的很感人很精彩，淡水小镇，谢谢。